迎风奔跑，拼功夫闯大世界，一身热血燃烧，闯出人间正道，要不邪恶起来，英雄出自少年，心下仗义最自豪，少年泽捕头真是官威十足，要我们两个去巡视长城，自己却走去练功。就是啊，都已经是天下武功第一了，还练什么呀？我也想多睡呀，不过人总是要干活的吧。你是谁？你为什么吓我们？我没吓你们，是你们自己吓自己的。你一点声音都没有，会吓到人的。对呀，人吓人是最恐怖的。人吓人是最恐怖的。下一次再吓到我们，就把你拉去衙门。这两个呆子虽然内心有恐惧，但害怕恐惧之气弱得可以，不适合做恐惧怪的寄宿对象。恐惧，你在谁人心里？你这是什么口袋啊？恐惧的重点就是对未来的无知，从而产生陌生。人心在面对陌生环境和事物的时候，自然会产生恐惧。人在面对陌生环境和事物时会产生恐惧，那你现在还在等什么？恐惧的重点是对未来的无知，从而产生陌生。人性对陌生环境和事物自然会产生恐惧。好，我会找到你的。马义成，856 857 858 刀纯阴之剑，双练双修不动身，只用意，意动身手神则手。他是武功天下第一，如果他有害怕的东西，必定是非常强大的恐惧，就找他试试看。果然是高深武器。当我不存在吗？我泽孤池是天下武功第一，也是马义成的捕头，你这条小虫以为我会怕你吗？今晚煮蛇羹。是什么？还厉害还厉害。是壁虎，我最怕的就是壁虎了。救命啊！居然连小小的壁虎也害怕。害怕恐惧怪怎么可能藏在这呆子的心里？
又要我做足底按摩？你被懒根深重，要多劳动。哼，我可是很勤奋的。你也有懒根，看你有什么办法。侠王前辈名言，懒根人人都有。没错，不过对自己喜爱的事情，懒根是起不了作用的。我等天门中人，竟也被贪玩懒惰所袭，实在丢人。